我们要被这个书进行改造，像是我们会在书上面营造一个可以阅读安静的气氛，或是我们会将书上常常出没的鸟类加以介绍，使同学们更加的了解我们书的特色。我们最后会将书上面的瑕疵利用相机拍下来，请总务处帮忙整修，使同学们可以在书上面感觉到更安全、更开心。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想法。说一下坐在树上的感觉。好，既然要坐在树上，我觉得可以不用桌椅，就席地而坐。我很喜欢这一个活动，谢谢我的组员们给我这次机会。你不是组长，让我学习如何去做 DFC 这个活动，也让我学校多一点朝气。谢谢大家。我觉得做书 DFC 这个书大改造，可以让小朋友懂鸟类的，懂我学校什么鸟类，还可以对未来有帮助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DFC 是很大的帮助。